怎么办？芊芊被抓走了，这时候要找谁了？哦，找侦探，找侦探！哇，有大侦探！找我了！哇，有那么强！喂，是谁在吵死我？哦，原来是恶魔啊！是时候该起床了，该去做梦了。最近的声音太差了，该做点优惠，都很不错哦。这是哪里乖乖哟？哦。问题就出在这个小孩头上，还比我更帅呢。好了，好不得哦！啊，我豆豆龙，对对对，豆豆龙，看看你，不可以睡觉。精神去玩个耶！我可打球给我耶！没问题。好的，拜拜。终于有顾客来找我了。Yes, yes, yes。是哦，玩个洞洞我还没玩完呢。啊、等下再绑顾客啊。哎呀，太小看我了。四五六七八。哟，怎么办呢？我看我都是要剩一个礼拜的给他先，不然等下忘记掉了。给他先。嗯？有新手吗？不行不行不行，任务。哎呦，我知道我知道，我不用了。豆豆龙不给我完成喽。好的，现在我要执行任务，出发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Are you ready?这才是真正的名侦探。哎，我在哪换眼镜啊？去找哪里？做什么？
满水啊！没有啊，没有啊！我在切这水就切切。哦，辛苦了，辛苦了。你下次我再打给你，拜拜。OK OK， 我们过后再联络，拜拜。我居然忘记了还有肉。OK， 不会再玩了，要去救千千之花。宝宝看吧，切切，哎呀，哎呀，救命吧！啊！我传送给你爸爸先，传送模式，那个我先接行了。哦，啊，啊。亲的爸爸打电话给我了，嗯，怎么了？这些找到尖尖啦，但是啊，奇怪，怎么还躺着在那里的？嗯？哦，他睡着了。哦，这样我现在立刻过来找你们，你们在哪里？找到我们呐！哦，有定位的咩？我找一找看，我看一下。哦，真的有定位耶，这样方便。找到你们了，好，我现在过来找你们。OK OK， 拜拜。拜真蛋，你救了我的女儿！不敢当，不敢当。爸爸，今天你是我第一个的顾客，我会送去一只爱慕手表。好。哦，原来这个是我的玩具。哎呀，搞错搞错，重新，这个才是我要送给你们的。爱慕手表，哇，好美呀！我爱，我爱，我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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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都是不要，我怕影响他的学业，上课不专心了。不要啦，给回你。不怕啦，父母们可以调去 class mode， 这样就不可以玩手表了，而且还可以阻止陌生人打。
全部有父母的手机控制，而且里面有很多功能呢。你们回家慢慢研究了。耶，我有爱过手表了。好了，这样子我不客气了，回家我慢慢研究了。拜拜。拜拜。那我们回了。你还过来？对哦，还没有给我挣太费耶，还要送出他一个爱慕手表，我的天哪！哦，全全回到家了，这样子我就放心了。哎，对哟，今天美术老师讲要买 magic pen 送给爸爸。爸爸，今天叫 magic pen 老师讲的，记得啊。简简信息来着吗？啊，今天跟美丽片老师讲的，记得啊。OK OK， 等下回的时候我去买啦。OK， 拜拜。幸亏有了这个爱默手表，不然我又很像之前那样，回到家过后，他跟我讲要买这个买那个，又要我特地出去买多一次。哎，这个爱默真的帮了我很大的忙啊！然后谢谢你们观看到最后啊，也感谢这一次爱默跟我们的合作。然后呢，如果你们对这个爱默手表有兴趣的话，请去影片的下方点那个连接进去查看吧。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请订阅和分享哦。我们下个星期六再见，拜拜。